阿斯恰大人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保证能够抓住张骞。哼，大单于派我来，不光是抓张骞。啊！我们深入西域，就是为了给西域各国制造混乱，制造混乱。你们懂不懂？原来是这样。<笑>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 我们愿意听命。明白了吗？大人放心。记住，一旦困住张骞，立刻给我发信号，等我们来了，再配合我们抓他。 是是。哥，你看他们在下面干什么呀？这又是在耍什么阴谋诡计？看样子，他们好像是要设埋伏。哥，这里是通往乌孙的必经之路，在这里设埋伏，张骞他们不就过不去了吗？你没看见就那几个马匪在守着吗？ 就凭他们拦不住张骞，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还要设埋伏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先看看再说。大哥，我们现在干什么？困住张骞，等待援军。你们俩在这里设卡，不要让人过去。可是张骞来了，我们也拦不住啊。 谁说让你们拦张骞了？我们是让老百姓知道，匈奴人在抓张骞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就叫做扰乱人心。还是你聪明，我们要制造恐怖气氛，让人不敢收留张骞。哎，大哥，吓唬人这事儿我最擅长，没准还能捞点什么好处。你们俩在这里守着。 我到前面看看。那我们有情况就给阿斯恰大人发信号，记住碰见老百姓就吓唬，碰见张骞尽量拖住。大哥放心，要是张骞来了，就凭咱们两个人的本事，能够拖住他吗？你现在就去想办法找到张骞。 想想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拖住张骞，我一个人在这守着。啊，我一个人。你负责拖住张骞，我负责吓唬百姓，分工合理。这好吧，我去。可是要到哪里去找张骞呢？这个笨蛋。 该找我一个人发财。到前面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啊，好。 好了。
大家歇一歇，前面不远就是乌孙草原了。小班，你牵小骆驼去喝水。塔娜，好，你去车里拿吃的。嗯。这可怎么是好啊？翘！嗯嗯。哟，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？我们没有看到。啊！这位大哥，能不能带我们去附近的村庄？我们的车坏了。不行，我有急事，得赶紧走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？小班，人家有事不必勉强。哎，翘！我看这小伙子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事情。翘！翘！让你去拖住张谦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不怕不怕，你这是什么？你胆子真小，连羊都害怕。这是羊。对呀，它叫白雪。小姑娘，要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爸爸要把它卖掉，所以我才带着它躲出来的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那匈奴的大官，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要交钱。匈奴？你是匈奴人？可是我没钱。什么？没钱？你，那你就只好把羊留下来了。羊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想抢走它。爸爸！你这个小鬼，你看我抓住你，怎么收拾你？快拦住他，别让那个小姑娘跑了。往哪儿跑？你看你这回往哪儿跑。爸爸救我。你别听他瞎咋呼，你一回头他就跑了。我们要抢小羊。抢羊？我们还要抢人呢。住手。兰兰，这孩子，哥。
你快看呐，这头羊长得可真奇怪，是什么品种？这是瓦格吉尔羊，是西域特产，很珍贵的。哥，这么快，张骞他们就遇到当地人了。不要伤害白雪。别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这小家伙长得真可爱。能不能让我？你怎么有气无力的？小姐姐，我一点没吃东西了。车轱辘摔坏了，装上勉强能走，但坚持不了多久。那能不能修好呢？这里没有材料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快来帮帮这个孩子。这个小姑娘怎么了？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又累又饿的。你们放开她！你干什么？你我是这孩子的爸爸。兰兰，这位兄弟，不要太着急，他就是劳累过度，身体太虚弱了。兰兰，爸爸，不要卖白雪好吗？兰兰，找到你就好了，爸爸不卖白雪了。好可爱啊，这只羊长得好奇怪啊。我叫齐莲，这是瓦格吉尔羊，我从大夏买来的，家里面还有几只呢。那你为什么要卖掉这只小羊？这么珍贵的羊，我也舍不得卖了它。如今草原来了匈奴人，不安全了，商人也都不来了。实在没办法，才想把这只小羊拿到集市去换盐吧。谁知，我就是喜欢白雪，不能卖掉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卖，不卖。原来是这样。大人还有一事，刚才为了救我女儿，怎么了？我在这里击伤了两个像匈奴的人。张大人，您看，前面是个关口。人呢？人估计跑了，这下怕是惹祸上身了。不要怕，匈奴人没什么可怕的。大人，看来咱们得做好防备了。等过了前面这个关口，再走一段路，不远就是我的家了。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，居然被一个牧人给打了，怎么不说自己是匈奴人？我们说了，可他说打的就是匈奴人，还说要是碰见了大哥您照打不误。什么？这是他说的。大哥，你得替我们报仇啊。岂有此理。
冬天就快要来了，我们要准备转移到冬季的牧场去了。匈奴人已经来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说得对。是谁吗？绑了！我以为是匈奴人呢。啊，原来是你呀！张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就咱一个人，给我抓住他！放开！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羊，你说很值钱的羊。马匪冒充匈奴，还敢吓唬百姓？他们的人都在，咱们快撤！怕什么？白雪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天啦！你脸上有汗，羊喜欢舔咸的东西啊！大哥，我们快跑吧！这次便宜你们了。匈奴大军来了，我看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哼，这叫贼不走空。我在一线天等着你们。